从来都没有看过这种黑色的肉粽。基本上泉州粽子的口味和台湾粽子差不多，吃粽子时一定要来上一碗牛肉羹才到位。光是吃烤鸡的芥蒂啊，狗刚哦，怎么那么脆？它那个薰衣草的味道真的是太法国了哦，它的颜色是粉红色，面包这样子的，对啊，香度你看，它整只在那边。老店就从同治年间开业到现在，除了原味的椰子雪糕、椰浆、椰子水之外，还开发芒果芋头口味，都有画好多细呀，嗯，很美，怎么样？看起来很不错哎，这雪糕。